最大的成本是请演员，是的呀，感觉最大的成本就是请演员了，成本应该不高。全军出击！那中国要是爆发丧尸了怎么办？中国要是爆发丧尸了，我就在家里等吧。首先，先去超市拿点东西，把超市所有能拿的东西全给他拿走，然后回家待着。亚扎卡纳的每一个特征都相当于一道底画，每道底画拿走，拿走啊！那都爆发丧尸了，那都没有人了，那不拿走怎么还买呀？神经病吧！我还跟人说，我说，哎，这多少钱呢？人家咔一口给我咬了。我戳，中风。哎呦我去！不愧是晚猴啊！果然，那个熟悉的蓝人还是比较的猛的。中风，这哥们儿可挺吓人的，我操！这哥们儿可挺吓人的，要直接秒我。狩猎！我的妈耶！跟打野说一下，他没有闪了，我们到他少了一级吧，能。然后他点盐没了，我们有点盐啊，下边可以试试这个点盐。赶紧给打野打信号啊，然后亲切的问候一声：“爸爸，快来。”这样他不来都不好意思，明白没？恐惧，想要赢啊，这就得抛下脸面，明白吧？一会儿等着晚豪上线，哎，打野一来，你就给我拜拜。中风，平 A 接拖走，打野来了。咋了吧？哎，中风，哎，可以啊，俺俩卡着他。晚豪已经不用玩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剑圣走了过来。没事，走，他已经不用玩了。你知道他掉了多少兵？一级半吧。塔皮不要了，这要什么塔皮？这能让他不吃那么多兵，一层塔皮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你说是不是？通往幻灭的路，我早已走过一次了。少说四波兵吧，这少说了，这都往少了说了，这都正常。他要吃了，他能是跟我经验差不多。心烦意乱，多
哎呦！这玩意儿那打印还是疼啊，我发现呢。中风。我戳。哎，戳。中风。点炎是什么意思？嗯？中风 A A 死了，无敌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你看。哎呀，也不是，那是手游的。维恩指定得被削，你们看着的吧。维恩还有亚索，亚索应该不太会。永恩肯定会被削的，或者是他就削那羊刀这件装备，肯定会被削。在这等啊，这波他没有点炎，他 W 还放了，我们可以直接杀他。疼哦！这么痛啊！谁来了？剑圣来了，咱也不怕呀。没有关系啊，我直接能杀他。如果他不上来也没有关系。拜拜。这，我操！为啥生了呀？哎呦！这太苦恼了啊，这太苦恼了，这凭啥直接升了呢？这怎么升了呢？重归狩猎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嗯，恶魔形态各异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一概是猎。没有蛤蟆了。这波升的我挺难受啊。裸羊刀啊，这把先出正那什么吧，先出这个不朽盾弓吧，这把就不裸羊刀了。完了，开始赶克我们了。怎么艾克上来了呢？这两波结束以后，我们前期的优势啊，稍微是有点小了啊。稍微是有点小了。打不过了，打不过这倒不至于，还不至于说是打不过他。
第二个 Q 没戳到，确实是挺难受的。这怎么艾克又来了？没来呀、啊？吃狗屎的？要死哪去了？靠！打个泄泄愤吧。这英雄好无脑啊，我发现真的相当无脑了。这得慢慢跟他耗啊，这他有意义了马上啊。95刀，可以回家了。1200，慢慢跟他耗。换血换不过他，放屁！干啥换不过呀？我们有吸血，他也有吸血，凭啥换不过呀？慢慢换去呗。但不能越塔。干哈呀？像精神病似的，没完了是吧？啊？轮到我追你了，小伙子啊！这干哈呀？这呀，要命啊！这羊刀了，这剑圣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剑圣可以杀。你杀他！杀掉了还行。哎，剑圣也死了，这边不错啊。猜中，兄弟们。哎，别扣我！小绿人杀吧，我不上了。OK， 跟队友打了波配合还不错啊。刚才剑圣应该是这里放眼了，我们直接来这里，把这红打了啊，还有跳弹，可以。溜了，塔下兵收了。哎呦我操了！真他妈的疼！哎呀，这英雄，我的天哪！4下，呵呵，就光一共就打了我4下啊！啊？
还行，这就没啥虚区了。一共就打了我四下，都没带多的。这剑圣是怎么回事？这剑圣是疯了！我这一看呢，中风。定我这不别人的人头了吗？你给我个人头啊，是不是？给我人头没用啊，干啥没用啊，为啥没用啊，怎么就没用了呢？来呀、啊，兄弟们，给我锤子！我这上不去了啊！看你们的了，这咋投了呢？啊？这怎么回事呢？